背景音乐呢？我怎么还没有找？哎呀，啊，来了，就是你了。广告牙套清洁，白痴！我的宝丽镜。噔噔噔噔噔，安安，对，安妮还在打头，他打了一天一夜了，我这个皮这个一整天一整晚没有关，所以他现在右手一定练出了很棒的麒麟臂，嗯。按下闹钟计时器，三分钟。好的，泥泥默默安安，日月星辰安安，雨电安安，米米安安，宁宁安安。哎、欸，你知道吗？想说安妮好像。怎么办？我这么讲，我本来想说，如果韩国百变怪真的有效的话，我想说咪咪再帮安妮弄一只出来。结果安妮就那个嘛，有那个生蛋台，我想说啊，不然咪咪你先把百变怪给安妮好了。哎、欸，真的，韩国妹子有料哎、欸。虽然我比较喜欢樱花妹啦，但韩国的基因好像比较棒。巴布安安，青蛙安安，棉被猫安安，小熊安安，火鼠安安。哎、欸，火鼠，那你 是以后都是六日收假？林毅安安，宁宁安安，花生安安，雪雪安安，雪莉安安。扣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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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对，图奇有一个新的兑换功能哦。那个现在先不要换，好不好？现在换的话很亏，因为它 CD 30分钟。好，那我们即将开始咯。哈索妹妈秀，怪人安安，我礼拜五有百变活动。怎么百变活动？什么活动？好、啊，看一下，是太晶洞会有百变怪是不是？雨欣安安。你有传 DC？ 诶、欸，看看，好像可以创一个韩国账号了。这是几星的啊？五星太晶洞啊！固定5V百变怪，可恶！是固定吗？啊，他。另外一个属性不是乱数的吗？所以就是刷31个洞拼那个6V 的。哎、欸，五星不是保底是4V 吗？感谢李毅的三个月。看看。八麻子，哎、欸，你昨天跑去煮螺蛳粉，我都有看哦。哎、欸，麻子，既然你抖了，你等一下，你等我一下，你等我一下，你可以等我一下吗？等了一辈子，等个一分钟没问题吧？连线神秘礼物。不要偷窥，不是我昨天想加入进去，可是我看不懂我要登录什么账号。我很想偷偷进去画图，但是我连偷偷的本事都没有。一定是5V可以刷刷看哦。好诶，我们可以量产韩国年糕。你真的要动身第一次玩？哎、欸，跟你说，很毒哦。如果你第一次玩的话，你前三天你会握着 Switch 不放哦，
我当时是这样子啊，我前三天 Switch 都放在枕头旁边。好，看是用 Google 灯，可是我都试过了、欸，他叫我 Google， 然后我点进去，他说不给我，然后我用那个 BC 也不给我。麻子，你等一下哦。啊，这个支援日文欸，太好了。转存。好，麻子，等一下哦。安妮下来一点。好，敲。怎么按？我忘记了，白痴哦、喔。这个，然后这个，这个，感谢麻子的抖内，你再查看看，可以啦。而且真的，四月哦、喔，四月份，你应该是刚好樱花季，所以如果你没有调时间的话，现在应该是樱花季。然后还有那个什么，复活节吧，不知道复活节什么时候。感谢麻子文字频道信。啊，点错了。信。啊。完成，好酷欸！啊，你没看我愚人节的新衣装哦。没事，你晚点动身结束可以去看一下，有展示功能。好了，连到网路看一下，太完美了，的百变怪跑出来了。啊，四月七号到四月十号期间，透过太金团体战，似乎更容易遇见百变怪了呢。安妮，安妮量产口香糖喽！你有看到图哦，哦，好，等一下哦，让我看完这个，我们再来小小的萨尔达一样。百变怪有五项能力，达到太完美了，是个有了不起能力的百变怪。再把，嘉轩安安，哎，我昨天就是也想去蹭米米的饭。就那时候在处理安妮 YT 的一个观众，他是有问题，我在回答他的问题，然后来不及进去，没事啦，安妮有升到就好，因为我是想要升这只，因为这是月亮球是你给我的嘛，我记得是你给我的，怎样，米儿对你给我的月亮球嘛。然后我自己本身的是爱心球，梦境球，嗯，想说顺便，但是你有给我一只色尾的啦，我想说，哎不，我本身有生一只色尾的，就想，那应该也还好。好了，先这样，我们换游戏。次次安安，我昨天有找到那个小女孩，我没有让她等一百年，
我昨天私下就是在想说，安妮开台，我跑去找一下捉迷藏那个女的，就她坐在餐桌上面，她不给我说我找到她，欸，是怎么回事？然后反而是前面的小妹妹一直跟我要食材，结果要到都已经钱都花给她了。你是怎么回事啊？骗我钱？我可以尾随他们吗？我会当个变态的大叔吗？哎，不在了，找人找人。哎，那个躲猫猫的他是不是会随机呀？因为我那时候找到他是在这边啊，这个餐桌后面。啊！没拿到。哎，其实是不是真的可以不用理主线，好好享受享受旷野之息就好了？因为我比较喜欢这样的游戏耶。可是很多游戏不是主线通关才开始吗？那这款游戏算是在那一种吗？就像那个阿尔宙斯就是主线你要过了更多功能解开嘛，像最后的飞行啊、爬墙那一种。这个通关就结束了，所以可以用无视主线来随便玩啊，是这样子哦，哇，那通关结束我会很舍不得哎，哇，难怪你们要玩那么多周末。哎，欸，找不到哎，欸！哎，欸，他是早上就开始躲猫猫了吗？好了，你们差不多可以。想换的可以换了，对，就是我们图奇新增了一个跟茄子一样的功能啊，把眼镜脱下来，不过现在还在测试阶段啊，如果大家换得太踊跃的话，我要调涨。小妹妹在哪？等一下哦，等一下，干，你现在哦，也是啦，我刚自己讲的，哇，我计时一下哦。我隔壁的手机已经准备好了，哎，开始哦，现在计时三分钟，开始。我现在其实看不到我的表情是怎样了，我看不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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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瞎了，我瞎了，我瞎了。等一下哦，哼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弓。是人吗？哦，这是石头。啊哈，白痴！不是我的度数应该没有很深，我深的是闪光。哎，欸，我找不到。白痴，我现在找不到小妹妹在哪，有没有会动的东西啊，然后我昨天连鸡都没有找到，欸，哦，这是人了吧，哦，有看到了，这是什么萝卜，
乔妹妹，你在哪？可以互动？那什么？啊、哦！我想说，谁蹲在这边可以互动对话啊？你是谁？你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哦，杆子哦。我觉得我好白痴啊！里面，看不见。哎、欸，还是我刚有错过到小妹妹？是什么亮亮的武器？村庄外了吧？找到你了，你是谁？你喜欢亮亮的东西？我刚直接贴荧幕哦。是人了吧？哎、欸，是小妹妹嘛？波浪。哦哦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等一下哦。我看你们聊什么？存档。闪光是什么感觉？散光就是散。人家近视是那个吗？会有点对焦模糊，但是闪光是会前面的光会就是高斯模糊。哎、欸，你去找一下那个近视跟闪光的比对图，你就知道了。网络上很多图片是近视跟闪光的图。近视是你看东西会雾雾的，啊，闪光是你看到只要有亮亮折射的东西，它会把那个。折射放大，哎，这样就不能对话了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就是这样子啊！哎、欸，怎么又没了？冒险笔记，哎、欸，不见了！哎、欸，不见了！你有戴眼镜？对啊，我现在也戴眼镜啊。哎、欸，他任务自己会取消哦，那我还找白痴哦。好了，我们随便玩，关于赚钱呢。哦，我走这么远了哦。我昨天其实有等他自己爬靠近我，可是靠近我的时候，他说他想睡觉了。昨天就是边看台在边萨达在赌那个女神赌萝莉啊、我的图奇通知好久都没跳出来了，哎，没事，手持。丢丢，我从桌子开始终于可以换安妮少戒塔了。哎，你换就没有了哦。这什么雅哈哈吗？哦，
我的手机也都不会告诉我安妮开台啊，明明通知都有打开，然后 APP 那些也都有开，然后就是没有跳通知。我每次都想问，哎、欸，安妮，你有要开台的话，可以私讯我吗？我不想，既然系统不让我不，系统让我错过了你，那总不会让你错过我吧？把画质调到差不多，就是近视加闪光的感觉，就是很雾啊。你想一下，我们现在不是 144P 吗？ 144P 再低一点，就是 72P。我们是个成熟的林克了，但成熟的林克操作还是需要练一下。哇！成熟的林克，来吧！哦，你手上的会喷火欸。啊，肉肉！我看记录档，他们教你无限跑，食指加蘑菇往前推，右手臂要一直连点，就不会吹口哨的声音，然后可以一直跑。我知道啊，可是很累。身为一个新手，要这个操作干什么？我又没有 speed run。我知道啊，就是这样子啊。我知道这样子按啊。我私下有按，可是很累。玩个游戏要那么累干嘛？有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他们的用心，就分享小技巧，我也懂啊。就是我有时候看台啊，有时候会看这个台组需不需要这个功能，然后会给提示嘛之类的。风雨安安，怎么念啊 ？Leon Day 吗？哎、欸，你好，嗨。但是我觉得你看不懂中文。剪丝啊，没了。又下来啊！小胡子有点魔性，这小胡子很好看哦。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驾驭八字胡的好吗？只有妹子，嗯，等一下哦，欸，只有天选的颜值才能驾驭八字胡，没有，先让我讲完嘛。森林大火。哦，我往这边走是想再去打那个啦，石头人不是在哪里？石头人过头了，这里。
干什么？干什么啊，林克啊！你被打了啊，林克，你被打了。不要再跟他了！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。啃纳瓜是什么？那个就是这个，就是伏地魔只用黑魔法咒语念的台词。我当时也不知道啊，因为我其实不是哈利波特的粉啊，所以那时候在看安妮台的时候，他说我也想要啃大瓜，我想说啃大瓜是什么东西？是什么吃的吗？还是什么的？我就很认真的去问，他说没有啊，啃大瓜就是那个，就是黑暗魔法。我就说哦，对，这也是我当时就说哈利波特我还好的原因，是因为我哈利波特只有看到那个阿兹卡班而已，然后就没然后了，就对后面的剧情其实都不知道。然后是因为安妮其实很早之前就一直推嘛，说繁星来玩啦，我就说我就一半一半还好，然后结果他就是一直玩，玩到我被烧到，所以我就开始玩霍格华兹。这个吧，欸，这石头人什么时候会再生啊？因为那天看到你们说赚钱就靠这个了。安安关注了这么久，还是第一次直接跟到繁星的直播，之前都在巧克力的台上看到繁星，那这样算是初见吗？你说是就是咯。这是在开场原始区？不是啊，因为会打了之后不就是这样子赚钱吗？至少是岩石巨人啊，不是岩石巨灵啊。欸，昨天看到安妮不是有观众给他岩石巨灵吗？你不觉得那个看起来很好吃吗？那个焦糖色，哇，看起来就欠吃。蛮好吃的欸。从狩猎开采到进入石器时代了。欸，其实我真的好喜欢野外到处走。你看，今天安妮在家已经煮好晚餐了。那个死鬼怎么还没回家？爆了爆了爆了！
目前是20颗爱心，3条体力条，但还没有全破。我不知道最多多少欸，我现在我就是个新手，我是一个很皮的新手啦啊。恭喜你获得成就骷髅队长啊，有这成就哦。欸，野猪是不是只能用弓箭狩猎啊？我以为野猪会来打我，结果没有。欸欸啊，这么突然的哦。爆了爆了，鼻子好痒。不是你不要漂移，手把不要漂移，no漂啊。米罗安安，下午好，下午好。肉肉，我家现在啊，33几啊，33度。嗯，啊，野猪骑士来咯，盾反。可以盾反哦，不会消耗耐久素，还可以反弹远距离弹弹。那你知道我玩的第一天就盾反的那个吗？守卫者吗？他们都说啊，我们的安妮姐姐说了一句话：“你真的是新手吗？”请问守卫者做错了什么事情？你这么执着他？我说他杀了我两次。对啦，我会盾反啊，没事，我只是带皮，我只是很皮而已。哎，白痴哦，根本不是这个点哦，笑死，所以刚刚踩时长应该在这才对哈，啊，几个点，啊，那这边该不会是雅哈哈吧？大雅哈哈的点是这里吗？雅哈哈。我有颗石头在这里。13AR 你不要走！欸，我的弓嘞？弓背。哎，傻眼，傻眼什么？你说我这样对待他吗？不是，我要习惯按键哥，这每款游戏的按键不太一样。哎，刚刚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也只能放下啊，或丢很远啊。
欸，我真的是新手，请对新手包容心高一点，请不要因为新手操作不好，指责、谩骂，而让一款好游戏没有新人加入哈。啊，我是说立地接炮的部分啊，哪个什么东西？哦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我只是想要每次都是跟大家讲一下啦，就是有些好游戏啊，不要因为自己的那个错误的方式，造成新手劝退。就像之前我在别人的台啊，有人在玩卧龙，然后就是有人是张良打不过，就第一只 boss 嘛，张良打不过，然后就直接在聊天室打说：“你真的会玩吗？”然后就直接把人家劝退了，类似这种东西啦，我觉得很可惜啊。好游戏总会有人在那边搞到人家玩不下去。就这种我知道啊，但重点是那个还是他的订阅三个月的观众啊。拿另外一个比方来说，就是我们的蔡某主播，他被一个订阅了一年多的观众嘴，你知道吗？到这件事情吗？我那时候是私下去问比较认识的人，我才知道这件事情。之前菜渣就把直接讲出来啊啊！我不演了啊！之前就是菜渣在玩宝可梦啊，不是打最后 BOSS 的时候，就是打妈妈爸爸的时候啊。然后最后不是雾乐顿、密乐顿，其实就是剧情嘛，剧情一定会让他过。然后他就是故意不用那个，不用守住啊，不用守住，他会说什么不让你伤心，撑住的那一下嘛。然后就是一直故意乱按，按到有观众就是说你干嘛一直乱按啊，为什么要照着剧情走啊之类的。我觉得有点好笑，你可以放心玩。若是真的操作失误，应该也是代官了。哎，肯定的吧，很多游戏就是要看主播失误啊，真的看看神操作就不是来看我的台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的效果就是拿来做的啊。啊，我的那个武器是我的，好，不要生气啊，还你。直接啊，菜渣他可以摸吗？行了，主播玩的开心，对啊，我觉得萨尔达我可以玩的很开心啊，但是就是不希望，虽然都是会来看的，肯定都是因为玩过萨尔达，然后会来教的都是玩过萨尔达、喜欢萨尔达的吧，不一定喜欢萨尔达，可能就是来追主播的，但是多数都是喜欢萨尔达才来看的啊。怎么看到有东西在动？嗯？等一下，我现在要去哪？他好像可以做冰顶，他刚刚收的哦。我来了，繁星你来了，安妮你来了。我要来喽，安妮，这次不会失误喽。这次不会生气了。我昨天私下，我的肌肉反应已经告诉我说是 F1 不是零了，不是零了。哎、欸，对耶，有水池哎，呜呼，游起来，我的手把一直飘，耶、yeah。
检查你是男生女生，应该是女的啦。你又知道，我心里又知道了。等一下哦。不过我想说，如果有很好奇古代武器对付古代守卫，代价最小的方式就是笨反。但是有的操作很迅速，所以我在想说笨反反正很厉害，毕竟是一个哎，对对对对对，我要讲一件事情，就是我昨天不是说我在那个吗村子里面晃，就是在找那个躲猫猫这个，然后想说顺便解锁这个神庙的点。这个神庙的点教我怎么盾反呢、欸？白痴，太坏了吧！我看有人说在哪？请问那个衣服在哪里？手打不酸吗？打什么？我玩到中后期技术不够打，我开始满时间找大便了。哦 ，DLC 才有哦，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他们会复活吗？喂耶！好喂，你是摸一下，我突然。吼了一下，我眼前都是乱，这里，为什么再闪就不行？是不是？为什么不行？瞄准脚下，你不要动，你不要动。哦，请问这个不算水是不是？红月之后全世界怪都会复活，所以红月是最好赚钱。哦，所以我刚刚岩石巨人那个，就是因为我上次红月，所以才会变这样子哦，所以才可以复活打啊！哇靠，要那么远哦，制造冰柱，那算了啊，北山凉。我们的主播眼镜啊，手不会酸吗？我怎么了？我的眼睛怎么了？我的眼睛怎么了？安妮宝贝，我眼睛怎么了？啊！哎咻！哦，插进土里面的翻不起来哦，好不好？那可以撞它吗？嘣！好吧，插得很老实呢。啊，那算了，那算了，那算了。毛西安安，
我的眼睛很好看，肯定的吧？给你看过那么多次了。啊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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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等下，我记得那个小屋有个断崖，这里对不对？那个小屋，我们往那边走。感谢陈烨14个月会员，感谢。因为你的眼里有我，所以好看。哇，我想说，我最近在跟你讲撩的话，好像你都没感觉了。原来，哎，原来被撩是这种感觉吗？天哪、啊，此心懂啊！哇，怎么办？我好喜欢被撩，突然好喜欢被撩哦！原来这就是被撩的感觉吗？原来被撩是这么快乐的事吗？我以后还是多撩你一点好了。此时此刻，4月3号。啊，是繁星四月目前最快乐的一天。繁星四月，哇，对耶！我们故事的情节发生在浪漫四月，夜空中繁星点点，中间画上一个圈。好喂。阿亮，是樊寒衣。对，我那时候我讲说，我太好奇樊寒衣怎么获得了。结果他说，其实你四个神殿找完之后就好了。我就想说，那个配方到底是什么？我一定要做一个交给老头。结果不用，我只查这个啦，其他我就没查了。想说前期可以拿到的东西，不影响、不破坏为前提，不然我怎么身上还是穿这样子？呜呜呜啊呜！然后那时候就有看到说什么，你第一个那个城墙上其实就有一个宝箱，我才好奇说。哎、欸，防御加一的宝箱应该没差吧？我去拿一下好了。咻！我是真的觉得玩家武器打包拿起来真的很好笑，哎，不行，太好笑了。刚刚想要挡箭啊，但是，哎、欸，我问一下、喔，他格挡是不是一定要面对那个方向才会锁啊？我不能像这样子按一下格挡才能锁后面那个吗？还是他可以调？欸，我里面是不是有进去过？啊！我的 BGM 还开着，要关掉吗？你们觉得这个可以吗？还是想听萨？想听海加鲁的歌？关掉看看，这个好，安静了。
你说我眼睛有你哦，那我要这样子了哦。这可以吗？Danny，哎呀，你怎么没粘到眼皮？等一下哦。要你眼珠，嗯，然后那个假睫毛粘很长，然后会这样子动哦。啊，我的眼中都是安妮啊，太好看了。对啊，不好吗？还是可以粘眼球吗？我看一下哦，你看眼睛张超大的。哎、欸，好了好了，可以了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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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好，赞赞赞赞赞。啊，我怎么这么天才？天哪、啊！哪天你要我的图，你要跟我说，我帮你画我的头就好了。锤他！对耶！我要哭了哦，我要哭了哦。有吗？眼睛刺刺的。哎，啊，那个红月事件每天都会有吗？还是就在地图上挂着，挂久就会有了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们现在没有锤子。好了，我们继续找遗迹。我们来开心探索海加路。红月是一周期，一个周期。对，什么时候才会有条件呢、啊？我那时候爬墙爬到一半，它突然出现红月，我想说地板太烫了吧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所以还是挂着哦，宝宝。前期拿剑士的方法。你该不会是说什么小屋，然后拿连射弩那个方法吧？我跟你讲，在认识安妮之后，我的 YT 不知道为什么推荐了萨尔达系列的东西，我怀疑我的 YT 监听到我们的对话内容，然后就有之前什么卡那个皮卡的那个。什么不跑步啊，然后拿树枝通关的那个，就是认识安妮之后，我明明没有去搜寻萨尔达，然后被监听到之后，开始推一系列的影片给我，还有那个就是有人做的动画，就是 Speedrun 的那个旷野之息，那时候因为我没玩嘛，我就贴给安妮看，国旗。这个是我在找躲猫猫的时候找到的地方我说哇，小女孩躲在后面吗？欸，是锤子欸。SR 是什么？ SL 吧，魔法 SR。 哎，我们又回来了，走吧，我们去找，咱们去找神殿。几只鸟了？哎、欸，差一只哦。他一定很孤单。可恶！我想说前期啦，就先不用那些方法，好好享受，活在当下。
小鸡，你在哪？是怪兽你可以捡，但每只怪兽的数量能捡的数量有限，所以哦，我知道啊，这个方法我知道啊，我那时候就是故意躲在树干后面给那个射嘛。他射到差不多的时候，我一直很好奇那个是什么、欸，棉花糖啊，还是箭矢？箭矢。回答快出来了，没有啦。小鸡，你在哪？鸡翅可以看一下。那什么剑？喵！哎、欸，咦？不行啊、喔，不行，算了、喔，了不起、喔。我是要爬过去呢。鸡舍正屋顶的，你哭够了没？哦，对耶，不哭了，不哭了，你太凶了吧？你是哭够了没？天哪、啊，奇怪，被姐姐凶原来是这种感觉吗？凶我，你是哭够了没啊？哎呀！我觉得这只鸡从刚刚到现在在笑我们欸，他一定从刚刚就在笑，哈，愚蠢的人类。虽然不多，欸，真的不多欸，好少哦。哎，没事没事，你没有老婆，但我有安妮。好喂，好喂，防具店，廉价劳工，你的廉价是那个廉价吗？还是另外一个廉价？欢迎光临，你好，有任务给我吗？你喜欢用弓箭的男生，哎呦，你喜欢会射射的，是不是？哎，不要，我愿意。你可以点燃村庄女武神的烛台吗？在哪？个人你不知道女武神像女神像吗？好好，我让你开心，来，来，你躺上去吧。奶奶，奶奶奶，哪一个？欸，我玩捉迷藏王那么久，我怎么没有注意到女神像啊？在哪？蒂恩安安，女神像，我找找，先不要跟我说，先不要跟我说。这是衣服店吧？女神像，我捡。女神像，女神像，我在捡，我在捡。初见安安 ，Hello Hello， 萌新，我不是路痴啦，但是我眼睛有问题啦。
hey, 怎样靠腰啊？哦，对不起，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，我再去问一下他，女神像在哪？女神像在哪，姐？就是女神像的烛台用火的。他没跟我说啊，你没看到吗？等一下，我错过了是不是？等一下，不会是那个吧？那个不是跟我换新的那个东西吗？这个。这个、喔，北七，这是女神像哦、喔。那我要 P 图了哦。什么叫女神？告诉你们，真正的女神是什么？看到没有？这才是我眼中的女神。你是不是说安妮啊？对，我在找图片都找不到。不是，有些图片是没有给大家看过的，只有私下给安妮的。啊，被发现了，可恶！我是这么廉价的人。对，我跟那廉价劳工一样。我被发现了。哦，白痴哦，这有陀螺仪哦，难怪我觉得怎么射起来有点在飘。哎、欸、，My fire， 然后啊，我那天也是因为安妮嘛，她有说斗争特工的那个愚人节语音音效，然后结果她关台之后，我的 YT 啊也出现了愚人节斗争特工语音音效。我就贴了一大堆给他，我不就贴那影片给他，然后就是我觉得比较像他那时候讲的嘛，就是原始的大嘴，叮叮叮叮叮，然后半张是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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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喵，然后谁女王是我砍我砍我砍砍砍还是什么的。啊，你看到了哦，哇，你很会看，你技术真好。所以说我已经好久不好意思，我有安妮了哦。你还超兴奋的，不好意思，我有安妮了哦。都是我一点点心意啊。啊，就是他哦。你们。哎呀，原来是你们两个啊。赶快去和好啦，哎呀，你们两个好烦哦。五根剑哦，便宜五块钱。那这边呢，这是什么剑？火箭。这个嘞，你们知道之前网那个前阵子网络不是有个那个吗？猴痘这个东西吗？猴痘不是病毒吗？那个，然后就很搜寻猴痘，大猴痘，芋头。哎，好坏哦。你学半张好笑、喔，哪一个啊 ？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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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每次我以后都这样跟你讲话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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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
然后我不是有贴给你看那个吗？你看他都有说那些是彩蛋吗？愚人节彩蛋。哎，白天了是不是？跑光了。有有有有。啊，我想要这件衣服，我昨天就捉迷藏捉一捉，捉到这间屋子里面之后，想要这件衣服。这个好好看哦。欸，为什么跳通话了？欸，昨天跳过一次啦。啊，还是我没存档跑去开宝可梦。这个，但是一套加起来我都买不起。这游戏要逼我卖东西耶。完了，我的苹果大亨就这样子。嗯，三块。哎，烤过的有比较贵吗？三块没有。怎么可以不贵一点点？他可以，他不行。啊，他不能十个条哦。他这样。这样我不能给他满分了。嗯，而虫子组的话，这样只能给他90分。你可以不要叫成这样子吗，安妮？我已经有安妮了，卖石头比较好哦。对啦，我就是要卖石头啊，白痴！请收购，我就是要卖石头，今天才去打那个石头人的啦，白痴哦。啊，这些应该随便卖没关系吧？还有更叫销魂的 NPC， 请问是你吗？你不要再叫了，你再叫的话，我就卖一个一个了哦，好不好？今天不是我想听，是观众想听啊。你。啊！你很想要这个哦？你要说啦，来来来，给你。我要用连发手把去洗澡了哦。不是，我真的不是故意要这样的。等一下哦，打火石，所以。都先全部卖掉吗？水之力、火之力，然后用来生萤火。牵拖？什么牵拖？肯定有人想听的吧？你看，他如果叫出越奇怪的声音，我就会学了。你看他声音又不一样了，他欸嘿。我们先买个头吧，不要再叫了，我快受不了了，你看我的头给煎蛋了。装备啊，好好看哦，我还买那么二一二。哦，差一点点呢。
差一丢丢，快了快了。可是我不想听你叫哎、欸，姐姐想听我才会叫哎、欸，不好意思哎、欸。这个重新排序。剩多少？刚差多少？500块。500块。哎面。轮。卖多少？咕咕咕咕！啊，之前冷冻的东西可以卖，没有啦，我换一个更好的给你。你没有，你才没有想要这个，想骗？不可以卖吧？10块钱，给你啊！50块，咦嘿。木瓜安安，啊，是600块，死翘翘了，死翘翘了，记错了。好，小熊熊，拜拜，呆鱼安安，这边在困扰。什么赚钱的教主？聊天室挡到卢比了哦，他差100块，没办法、啊。其实这东西，我除非把画面调成这样子啦，不然真的我放哪边都不对啊，除非要这样子调啦，对不对？然后我这背景怎么不见了？缩放配合荧幕大小，除非这样子啦，这样才有办法，对吧？然后这个放这边，这样就好了。靠，这眼睛！不行了，这个眼睛我自己看都觉得很好笑了。安妮出来敲背背，啊，敲肩膀，还是你们喜欢这样子，这样比较好看。你觉得哪个好？我宁愿挡一下卢比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荧幕大一点还是比较好啊，因为反正我多少钱没关系啦。我的分身被丢进垃圾桶了，没有，那不是垃圾桶，那是我的心。不是，你明明就喜欢垃圾桶的那张图的。啊！好了，把他救出来好不好？可是，有办法让他转向吗？我想要左右都有你，还是想敲我头？敲！等一下，你白痴！这宝马灯啊你又哎呀你好可爱哦，我刚刚其实就想说你在跑马灯应该不会怎样吧。不要走，因为现在害羞有那个有蒸汽会跑上去，所以你如果我吸到这个的话，安妮会一直往上走，你看会这样子。
安安主播，你的头怎么会这样子？厉害吧，黑科技耶！来敲肩膀，够够，一个敲头，一个敲肩膀，这样我会很幸福哎。哎，分灵体回来了。欸，他我今天有来，我昨天晚上有来这边，他说可以问一个询问怎么巡抚马的方法，可是我找不到 NPC 耶，我找不到那个 NPC 耶。就你，他叫我问谁？哎，哎，怎么换人了？他们早晚会变，是不是？哎，柜台有人，什么时候有人了？我昨天看的时候没有，哎。啊！我不会，我还不会寻马，马怎么寻？等一下，我还不会巡抚马，马怎么？哎，谁？用兵建设，然后站在旁边等解冻，马上按 A 按 A。才50块，我还差，还是我聊天室放这边。哎，来看一下，请问怎么巡抚马？对，我是第一次来，告诉我。那我说可能有野生的马，巡捕或野生的马并带来这里，只要是野生的马都可以进行登记，就可以归还您所有，成为您自己的马。我想知道怎么捕获野马。刚才请问左下角怎么回事？我被我的女神撩得不要不要了。那我就恕我冒昧说明了。想获得野生的马，只要从它的背后缓缓靠近，趁马不注意的时候跳到马背上。啊，我因为我现在是潜行两套，所以比较好从后面来，是不是？其中有赶马。悍马，要是他不停挣扎，请继续按，不久之后就会停下来，到时候再把他带来这边这里。不过野马，不过野生马匹困在野外生活无法，有时会擅自改变，就需要有点被点心，所以我们要，没错，这就是我们要开导观众一样，有些观众就比较皮，个头啊。你们要对主播们有点耐心，好不好？每个主播有每个主播游玩的方式，不要因为你的游玩方式来影响主播的游玩方式啊！听到没有？你们温柔的对待我们，
我们不一定会回报，但是我们很感谢你。往这边再好好安抚嘛，这样马匹就不能交流之后，马匹顺顺顺就好了。哇、wow, 我是侥幸欸，刚好穿到潜行衣服欸，太好了吧，这主播太幸运了吧。啊，未来我要怎么骑安抚 ?L 力是什么？欸，摸摸拍拍，欸，好棒好棒，我打你。注视视角 ,go go, 扣扣扣扣扣扣。哎、欸，要怎么？克洛伊安安，哎、欸，要怎么？哎、欸，你订阅了，看到了，你加会员了，我把它放进去啊。够。柜台人员 ，L 力，我先去忙了。敲头，你好好继续敲肩膀，好。安妮，工作加油，我会等你，我会等你的，安妮。按错，按错了。哎、欸，他后面是独角仙呢。哦，这只马很棒，我要叫它长颈鹿。啊！掉掉掉掉掉掉！跟柜台的聊，我先跟柜台的 D L 再加 A。对话登录哦，就是这个哦，立野楼加 A。听说上，可恶，安妮跑了。可是他是说人呢，但安妮是女神呢。哎、欸，不是他，白痴。嗯。有了，有了。你是要钱哦、喔，哦，所以有分这些东西要。啊，给你啦，穷鬼拿去啦。欸，不能中文对不对？好像是欸。没办法啦，没办法啦，你要叫什么？啊！不，没有香香的妹子了，什么？有啦，她还在我头上。机房。哎、欸，是需要的时候领出来，然后吹口哨就好，是不是？当自己有一匹马的距离是，哦，飞奔过来吹口哨，好，这什么名字啊？就那个惊讶的脸啊，有没有表情符号加惊讶的脸？哎、欸，不是，我来这边我是想说，好吧，都来这边了，那我们就来这边吧。赚钱喽？有没有啊？没有。哎、欸，对耶，我刚好秋秋交给你卖耶，暖暖果。
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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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是不先不用卖啊？就安心，你好棒哦！臭文盾，你讨厌，讨厌，讨厌，拉链在后面，尤其。无物件，无物件，可怜那尼，可怜那尼，我还是看得到我，我还没潜行到满吗？可恶！欸，怪了，你是说用镜子器看，还是要用那个磁铁看呢？你是说用停止器看比较好，是不是？镜子器哦，好好。这些是不是不先不要卖啊？不要跟我讲说可以，不要跟我说可以布置之类的啊！目前还没有要用。嗯，这个算插在土里吗？不行，右边研究所升级东西用，对，我知道，所以说这东西不要卖比较好。哦，好多武器哦，双手剑。偷袭！看到这一段，我会想到说那个地雷击兵的故事，有三个核心的时候去升级一下禁止器，大家什么都方便。欸，我现在几个材料？一个而已啊。我靠腰，
啊靠！跑去吃箭矢，哎，白痴！对，带射，带射。边，边亮亮。哪里呀、啊？没错，对新手来说，这是基本操作。眼睛？哦，对耶，他。歪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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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见识见识。這是什么？哦，捡完了。鸟蛋。中二的暗影吴巧巧安安。嘟嘟嘟嘟嘟嘟。你看不到，你应该是看不到的哦。咦，赚了！有没有东西在上面？没有。阿总，这次没有重捡了，可恶！可恶，可恶，可恶啦！白痴！啊，又有了，好哎、欸，可以玩了，又可以浪费箭矢了。有病吧！怎么玩？等一下哦，欸，不行，好，我想的太美。啊？啊！还想死啊！想死了。不是他有陀螺仪，然后会一直晃。你懂吗？我现在是用陀螺仪在晃，不是用类比在晃。等一下，我会不会没见识啊？
什么啊？哎、欸，不见了。哎、欸，我都把陀螺仪关掉，然后设定一个会经过的点。对啊，我想要设定关掉、欸。哎，选项 ，VR 眼镜。哦，这个哦。哦哦，然后就这里了，不行，哎、欸，他到底多近多远啊？哦，哦，这么近哦！会了，会了，会了，这里，白痴，陀螺仪在搞啦！哇，这个你让我浪费好多箭矢，你玩我要去捡回来。嗯？欸，现在没陀螺仪好不习惯哦，等一下我开回来，我开回来，我开回来。选项陀螺仪。欸，我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。我 B 原本是什么东西？跑步键。然后这个是。哇！我可能变得有点厉害一点点了吧。哎、欸，没有马上死。咦？那什么会发亮诶？你是什么会发亮的不见了？可以去升级感应器登录键，可以去升级感应器登录键，升级感应器，哪个感应器？哦，你是说找地图的那个哦？哎、欸、呀，刚刚那个亮亮的是什么？我觉得很酷哎、欸。找神庙升级变成找物品任何神庙都可以吗？然后咧，是在哪边升级？迷你地图向北固定，啊，有哦，选项，啊，好哎、欸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哎呦，帕迪亚，学一下帕迪亚。你是什么啊？你好丑哦，猫头鹰。
我刚刚靠近就有拿起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哎，那是什么东西？怎么这边都有？我要这边玩。要还是要研究所升级哦。帕迪亚也有向北固定啊，不是？那是要打开大地图吧？小地图没办法啊。帕迪亚的那个是大地图才能向北固定，不是吗？哦，他用打的，他是要打的哦。其实我有很多东西可以升级。海情说：“欸，什么东西爆掉了？树枝。”哔哔。完了，突然觉得没有自动锁北，自动锁北好像有点不方便了。嘟嘟嘟嘟嘟嘟嘟。要被冲走啦！欸，帕迪亚下北固定北的是大地图而已吧，小地图没有吧？对啊，那就对啦、啊。有，因为之前玩魔兽世界，我有说啊，就是魔兽世界它小地图是固定的，所以当时走起来会比较方便。那种大地那不小地图会跟着转的话，你有时候打开大地图，你要跟着转的时候，小地图又跟着转，很麻烦。帕迪亚可以固定，那大地图啦，就是它好像它好像就是按着打开地图之后，好像按着。他有说，你看最下面有个按住，然后固定什么什么地图的。哇，穿这套捡鱼好方便啊！我还差裤子的钱，可恶！哎，哪里？挖矿很多钱，那我要去挖咯。
怎么这边会有这个？其实刚好看到啊，想说那个应该是什么萤火吧？哎、欸，啊，我怎么昨晚经过这边没有？赞助繁星100元，这样就可以骗到买裤子的钱了。哎呦，你要想呢。哎呦。上面更高的地方还有，你是说，哎、欸，对，上面这边是不是还有一个祭坛？我等一下去，哦，我等一下过去玩。哎、欸，靠岸上的鱼不捡白不捡，啊，不捡都是傻子吧？真是我的盾，生锈的剑。我现在重新习惯了，我看一下哦、喔，我记得一座山上有两个，可是我忘记在哪边了。没事没事，这种东西肯定左右各一个啦，肯定啦，不知道，来呢来呢来呢，为了赚钱，牺牲你们了。我看很多只呢，繁星，你非得要这样子吗？火箭呢？虽然买得到，复制得到。但是是火箭呢、欸，有没有可能林克才是入侵者啊？哭啊，还我！先别说林克才是入侵种了。李阳才是僵尸吧，打不死欸。有没有？其实李阳才是丧尸吧，丧尸之王，砍不死，打不死，要多砍好几下。头颅被斧头劈到还死不了。这是什么？这算近战武器还远程？猴子武器近战，看一下哦、喔。游戏敲，哎、欸，好。好多鱼，好多鱼，好多鱼，好多鱼。不会丢一次就爆掉。嗯，这样太过分了吧？我是磁铁，不是拿来打他们的吧？磁铁，啊，然后嘞，砸碎他们，棒！哎呦，看我刚才想说这个角度我会打我自己呢。青蛙，恭喜！哇哇哇哇哇哇！
我死于作死，说什么？没有，就好奇呀、啊，看看有没有东西呀、啊。哎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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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咻。好笑，我小猪在叫我。青蛙，青蛙安安，青蛙。哎，四点了，我们开到五点哦。五点休息一下，晚上还有村长要玩。然后如果安妮有玩的话，我就不玩了，我就要去看他的台。不行，解决台不能错过。他最近爆开，都有点担心他。这样子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有点反扑。之前休息太久，突然一个，就像减肥吧，减肥就是都不吃肉，直接节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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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后面结果是反弹。看到教主拽什么？有鱼有青蛙，哇！财，然后嘞，嗯，我才想说我要离开过去财了。这边没东西了吗？刚说今天几点开？开什么？你说今天吗？我今天是两点开啊。然后村长的话是晚上八点。我跟你说，我刚手不在手把上哦，我刚在摸滑鼠。做类比，你看他会一直往左边走。啊，该换萨尔达的联名手把了。安妮走，我们一起换。白痴，怎么会这样子？然后我在看那个隔壁，就是我们如果哎、欸，为什么可以拿？就是我们如果有那个今天像比如说有人出去啊，今天有人出去或是那个外出，或是有突发事件，我们就是。村长会那个，会暂停，不暂停啊，就是两个人以上可能就是暂停，或是今天就是都在家里不出去。哦。啊。这怎么用？放置。哎、欸，可以爬吧？你还这么贴心记时间点呢、喔？我怕你没看到啊。能让姐姐开心的东西，时间点要记一下。
够贴心吧？天哪，这么贴心的教主，只有安妮有哎、欸，下去，他叫我下去。安妮怎么出现了？你不能吸，太过分了吧？存档，干！哎，会被气死哎、欸！那存档，哎、欸，下面是不是还有路啊？好像看到有路哎、欸。哎、欸，都不能跳吗？从你开台开始。哎呦，那你刚有看到我的手把的问题吗？我是不是该换手把了？手持，放置。提示这个铁桶很重，我觉得这下面有鬼耶，这该不会根本就是放下面的，我把它拿上来吧。白痴，谢谢你的提示。没有啦，因为我刚正准备要下去。好啦，上来。哪里啊，铁桶嘞？不是，我看不见他在哪，他不会掉下去了吧？哇，这怎么办？哈哈，繁星，哈哈。你的腿力不错哦。哎，不是这里哦。被扛着走吗？不行。啊！这就是猫咪把水推到水。嗯？嗯？嗯，有没有猫咪把水杯推到？哎呦！攀登头巾，啊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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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，好啦，我来啦，我来啦。赖安安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呀，好喂。
噔噔噔噔噔！呀，补血了，补血了，啊，开心！他要自己走了，很正常。欸，所以我们要爬上去是不是？好欸好欸，爬山，我们来爬山。番茄看到我操作有没有吓到？所以，你看他自己走了。嗯，哪个岩石砸自己脚吗？那哪是岩石，那是铁球。所以我们是要爬到这里，对不对？啊，我要怎么爬啊？先过河再说。双包哥哥桥。先过河，先过河。不行，我要走桥的。哎呀，轩轩子安，等等，有矿，我要去敲。我今天至少把裤子给买出来吧，这样我私下打材料比较好玩。这个，哎，啊，这怎么啦？跳打，哦，来秘技，吹口哨往前冲！啊！等，不是叫人！哎、欸，什么声音？畜生！可恶！畜生！哈哈哈哈！刮风了，刮风了，风起，起风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好棒！哦、oh、耶、yeah ！又血月了耶！好喂、欸、好喂、欸。太好了 ，Link， 那、啊、这可以跳过吗？跳过。好喂，我可以打巨石头人了。哎、欸，这可以砍树哎！呜呼！走这边比较低吗？
之前上国中后就没有这样，今天难得连假。你上国中哦，你年纪这么小哦，天哪，你好小哦！哎，吹口哨。有诶，这样没声音诶，太好了。这样，对不起，乱手酸了。哎，这样好难按哦。哦，战斗声，蝙蝠吗？好累哦，累死，累死。哎呦！太笨重了吧！哎呦！下去！更强的攻诶，我怎么头上一直冒烟？害羞啊！没看到，现在有两只很可爱的。东西在敲我吗？嗨，全太，可是你觉得这太烦了啊？可以改掉哦。还有什么？好像也没有诶，特效比较多是这个。嗨，全太，可是你想看这只？啊，你那个阿尔比安奈玩的如何？那个我是广告打很凶啦，可是没有去玩。我想说，哎，你那天不是说什么啊？这不是现在每个人都会在玩的游戏吗？我说啊，现在阿尔比安奈是趋势了吗？哇，下雨，什么意思？等一下，好亏哦！如果刚刚血月先来找他的话。可以多打一次欸，哦，好亏哦，
什么是阿尔比？就是他标榜广告是说，你可以在里面扮演任何角色啊。说什么啊？你只要换个装备，你就是那个职业了。简单来说，就是魔物猎人。你只要换个武器、换个装备，你就是弓箭手了啊！你就是，你就是骑士，你就是法师了。不是别人看到他是闪月点啊？你怎么是这反应？你希望我是什么反应？啊，好恐怖哦！怎么办？我打得赢他吗？我一定不行啦！这种吗？是，我要什么反应？我不是别人啊！你要想一下，我是谁？啊，我是安妮的人欸。这边上得去吗？不是说天宇会路滑？哦，好滑好滑。不行，我说要等雨停啊，雨停，等你哦，雨停。干嘛？你会冷哦？你会冷要讲呢？会冷要说啊？哎呀，算了，你还是正常吧，这样。走吧，打不赢。你是说像玩卧龙一样吗？只要看到一只路边的猪，就觉得说他就会杀了你？没有，我觉得玩人王二比较夸张，是真的。你就算满装了，你还是会被出奇的小怪扑在地上直接咬死。他用神像的，不是，我是看到左上角什么爱心一直在扣。感觉这座山穿这样不太够。我现在淋着雨，然后等下上面又很冷。不是哦，现在要等那个等雨停啊，不然我爬不上去。他会说墙壁很滑。哦，对，那个光遇啊，我们这一季结束了，今天结束的。我们光遇这一季终于缅怀季结束了，对，这一季有谁？有月雪、冬粉、样样的加入啊！你们终于第一个学期毕业了，即将迎来第二学期。第二学期多久啊？两个礼拜吗？繁星现在要去哪里啊？那个记号是什么？我现在去找记神庙。想说应该是在这个位置记一下。感谢您参与本季的活动，希望您能喜欢光遇 SK 啊 SK 光遇 SKY 光遇里的特殊活动。你的蜡烛跟爱心将变回白色蜡烛跟白色爱心，这些仙灵将会在未来再次回访。好喂，嘟嘟嘟嘟嘟嘟。啊，我应该开台来收蜡烛的。那些橘蜡都变成白蜡了。结束了，爬，开爬，给我爬。对啊，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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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棒哎。来得及吗？登上头巾，我相信你。我跳。好喘。楼上的空气气压好低，滴滴滴滴。哦，越来越近了哦，越来越近了哦。这个位置，没错，就在这个位置。加上周四周五段考完，刚好可以放松。哎，辛苦了，出社会还要赚钱养我。有，我看到了。有啊，这就是，还好刚好拿保暖衣，不然要死在这里。存档，好的，存档，存。
啊，人家会觉得我偷看剧本，没有啦，是凭感觉想说，两座山头应该都会有吧？你看，对不对？两座山头都要该有啊，不然每次从下面爬上来，怎么可能？周四周五要模拟考，加油！好像这几天都带，这两天都带着胡子。我把胡子拿掉好了。安妮，你要带胡子吗？哎，先放在胸口。还是我们换这个，这个可爱多了。出社会也是有考试的啊，干嘛？哎，我的类比又在搞，他会向左走，在干嘛？留下记忆前不可妄动，用保留的记忆引导求和，相对神妙。好，什么意思？感觉 Joy-Con 通病吗？不是不是，这是 Pro 手把了，我这个手把也用很久了啦。要从上面俯视是不是？看看哦，这个吗？不是。你们那个出社会也是有那个指考啊。所以你在等我去找你是不是？没有，我们可以不用在我家了。我怕到时候安妮会觉得说你都让番茄进，你都让番茄进去你家。虽然他是不会这样想啦，先不用给我提示哦，我自己找一下。大头不习惯，我跟你讲，你们看习惯之后，你们再看大那个头再变小，你们就会觉得更不习惯。虽然是说破手把好多了，我的右桌就一看，那种什么，没有啊，我这个已经用三年了啊。其实，在第刚来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它这个左类比怪怪的，因为在那时候在玩动森。我只是人去尿尿，我就看到我的角色在转圈圈，在室内最明显嘛。室内他会在那个角色会那个转，在房间内会转弯。看这关好像很难欸，等一下哦，为什么？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看？第二话。相对神庙的记忆，即使神庙的解答，此神庙的记忆即为相对神庙的解答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完了，这可以解到五点欸。你又跑又跑，等一下去拿那个喷一下手把看看。你的是整个房间会转，我的也是啊。哦，对吧？不行。解答？什么解答？哎、欸，嗯？为什么会按？哎、欸，他都按呐、啊，啊、可是没有说，我、
你跑得很累哦，那我试试看，试试看哦。我觉得安妮也是希望我这边自己过啦。欸，他都会同时消失啊，啊，这怎么解？文子安，这是记忆神庙的东西哦！啊靠呀，我怎么会记得？所以我要出去看。有啊，他刚石板有说什么记忆神庙的，完蛋了。完蛋了，让他出去看呢。哇，所以这个好，没关系，不用提示我了，我直接上网找攻略。太难了吧！可是这边爬得上来吗？这边上来又是要重新走了，不是吗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样就解开了，是不是？哦，我其实那时候是担心说我要重新爬啦啊，如果现在解。哦，所以我现在解开了啊，那我要走了，我要离开了，我要走了，我要走了，我要走不用解开，可是没完成挑战而已。好，没事，挑战什么的其实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不是我等一下去喷一下泪笔了。哦，等一下哦，哦，没解开的会长这个图案哦。很记位置的、哦，什么意思？那个就是没有那个徽章。哦，你是说右上角跟你讲说你剩点天那个加爱心的那个吗？哎、欸，我问一下哦。啊，这个 ID 有没有后面有宝箱的图案？是我还没有开过，是不是？这个是血月结束后都会刷新的吗？还是？樱花早安。双子的记忆，我再去看一次。可恶！可恶！还是因为变 Q 版的脑袋没了。可可爱爱没有脑袋是真的哎、欸。神庙宝箱不会刷新。啊，你说的是真的，可可爱爱没有脑袋，没关系、啊，不用提示，没关系。那靠自己解出来的，真的比较有成就感、啊、没事，没事，没事啊！安妮也想看我在这边烧脑袋，番茄也是。
你们都提示光了，就没有，他们就看不过瘾了。留下记忆前不可妄动，用保留的记忆引导球，相对神庙记忆即为此神庙的解答。啊，可是我神庙都没解完，我来这边相对神庙，我神庙就解这样而已。不对，神庙记忆是什么东西？来去看看，我随便挑一个神庙玩玩看。神庙记忆，我们找个神庙玩哈。就你了，沙瓦路豆。靠腰哦，你这提示太猛了吧，白痴哦，不用啦，我刚啊，不就说不用提示？哎呦，被你气死，可恶，真是拿你没办法，我来了。好啦，下次我等我说救我的时候再给我提示，好不好？下次当我说出了救我真的不行的救我这样子，然后再给我提示就好。这跟安妮的那个啊，卖猪儿子，他那天真的是很可爱欸。他动了小麦，动了儿子，就是没有动中间的牛，而且他的小麦还动了三次，没有下次，对，没有下次。干！看看哦。哇，这样就明白了嘛？如果不知道上面还有神庙的啊，不是卡到死？天啊！现在的功能真好，我们有手机可以拍照，不是吗？你不要自杀！啊，林克，我要远端操控啊！我们不要用手机好了，右上，然后一二隔一隔，右下，右上，一二隔一隔，下，你可以说刚刚的神庙图吗？我解完好不好？没有以往的游戏，你们剧透我没关系。但萨尔达这个。我有说过嘛，这其实，对我来说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意义，所以先不用没关系。靠，这边也要记哦。对呢，还要记耶，白痴。不要再抖
不要走，林克，不要再走。反正等一下走回来再记就好了。右上。一。二。隔一格，噔噔下，噔噔噔，我突然觉得他这个面罩好像什么哪一款游戏？番茄双子伤的时候你没出现，没事啊，这样番茄靠自己才强啊。你看双子山这个解谜让番茄多玩了30分钟，这游戏时长又加了30分钟。来，我们再进去一次。什么魔物猎人？那个面具很像蜡笔小新啥来着？对，我忘记了。就啊，还是反正就很多游戏都有这种啊。然后那个什么魔法公主也有，就是宫崎骏那个魔法公主。这边应该就可以记了吧？啊，24135。24135。我刚刚想说是不是墙壁上那些很像星座的，但怎么看都不太像。我刚刚真的想要出去，然后刚刚不是在开第二个门的时候吗？我想说啊，有传点就好了，然后我就不进去了，有没有？想说啊，踩到点了，不进去了。啊，就这要进去，白痴！居然，好了，刚刚妮妮默默，你要说什么？哦，寄图哦，不用啦。那个老人家的脑袋记五位数还是会的啦，对不对？再怎样也不会把跟安妮在一起的回忆给忘掉，虽然还没开始。又在乱说话啊！这个主播，这个男主播。就是在骚扰人家女性观众，啊不，女性主播。
我今天本来想说要开那个光浴，但因为家里太热了，我想说应该没有什么心情想要跑。因为想要就是，想要番茄跟安妮如果同时能看台的话比较好，对不对？他们就不用补档了。能把剩下补档的时间拿去做自己的事情，所以想说等他们两个如果都差不多出现的时候再来开台。好像变凉了，现在变凉了啊！哇，我早上八点就开始很热，我就开电风扇了，然后是到十一点的时候真的是热到不行，我就起床了，不然还可以再继续睡。还是直接不要补档，就是我希望他们可以不要补档，因为我昨天开台嘛，不是昨天很早就开，因为想说如果安妮在打斗争或是做其他自己事情，他可以补档嘛，就是补档自己看。然后他昨天就说：“凡旭，你怎么在我睡着的时候玩萨尔达？”我就感受到说啊，他应该是想要当下看，因为补档跟当下看的感觉差超级超级多，你可以即时在聊天室跟主播互动，那种感觉还是不一样的。像前几次就是我在睡觉，安妮因为我真的太累了，我想说就补档，结果之前安妮的记录档我就很想要打字回他，但是就打不了啊，我们在穿越时空的对话这样，对吧？所以就想说如果番茄安妮都在的话，就是他们可以及时笑我啊，及时救援我之类的，对吧？就是插在这边啊，像恶灵古堡好了，因为那时候啊，还有原因就是我可能在玩那个野人生存跟村长的时候，他也开台嘛。那我之所以就是一结束后马上揪过来，就是。我马上就过来，我可以省下剩下的那个补档时间，我只要追前面两小时就好了。然后，光是前面两小时，我就好想在他聊天室打字哦。你没看到吗？就在那边，就在那边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就是晃了大概三分钟、四分钟才找到那个东西，对吧？虽然他有时候不会看聊天室啊，因为我感受到他也是很想要靠自己，在很多解谜的时候，他想要靠自己，然后反而观众。有些已经结束的都会跟他讲一大堆，对，虽然他喜欢上帝视角，但是对某些游戏他有他的执着，对，就是我们能不剧透他就不剧透他，就在旁边看姐姐成长长大啊，当姐姐成功了给他夸奖好吗？姐姐再怎么说也是女生，女生要的还是会想要夸奖啊，装备，等一下，我跳下来干嘛？我刚刚好像有看到矿，等一下，我刚刚好像从对岸看到这边有矿，等我一下哦。双子上好像有种子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啊。种子不像梅林一样要去地图上游要找，哎，好麻烦。我刚刚好像看到这边有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好冷！这里，挖矿了，繁星赚钱了。双子上有两个便便，可恶！哎，这改天再来找。我现在要赚钱，我想要买裤子。还有吗？这种峭壁怎么看就像是有的啊？身为一个。把游戏做着这么细的，
点燃火有上升气流的，肯定峭壁藏了不少吧？等一下，可以试试看用炸弹挖矿哦。我会啊，我前面就是用炸弹在挖，那有吗？哦，如果你是刚来看的话，嗯，好，没有，你刚来看的话，我可以回答你不知道的东西。我可以回答你，繁星可以告诉你你不知道的东西。这个主播会什么东西？我可以回答你。这个主播不会什么，我可以回答你。哦，我这边明确的跟你说，我不会什么，就是我不会喜欢你。啊，哎，可以吧？这个主播不会喜欢你，我可能不会爱你，不是，我不会爱你。身为一个男生，怎么会穿裤子？说啥呢？还是要穿一下的吧？吓到人怎么办？这个林克怎么可以手持两把武器？哎呦哎呦哎，看到了。可是这边炸弹挖矿，你不怕东西喷下去哦？我你不怕，我会怕哎。你看，会滚呢。啊，它炸弹反作用力不会把矿给炸下去吗？捡能量炸嘛，收武器，繁星怎么收？好，换了按键，哪里还有旷野？旷野之息，旷野、欸，你很幽默哎，繁星，我不开实况啊，旷野之息啊，哎咻。这按钮吗？哦，有，我等一下过去挖你，等我。终于学会收武器了吗？你是说我整天在那边掏工出来吗？繁星收武器。哎呦，这好危险哦！哎咻。哎呦！啊，这个什么时候会重生？一样要等血月吗？还是刷？还是读个档？不读个档啊，就是传送过地图就好了。因为不是有些游戏是你踩到传送点去传另外一个传送点就刷新了。所以旷野之息也是吗？还是要我自己摸？可恶！你们这些小可爱，你不是不让我们剧透你吗？他现在又说我们小可爱。欸，好像没了齁。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哇，转圈圈，好了吗？回来了吗？我吓死，我直接切画面，然后我完全忘记我在飞，哎。哇，我这边图奇也会搞欸，好难得哦，好久没被搞了。好欸，姐姐你不孤单，我这边也出问题了。安妮，啊，这边好多矿哦。安妮没事啦，我图奇也霸凌我了。哎呦。我想说，你们怎么在抓头？发生什么事情？
马上瞳孔变大，然后去看一下我的 YT， 不不不 ，Twitch。是不是没了？我记得我在没了没了。哎、欸，我怎么没有？我有炸过这个吧？哦，没有哎、欸，呀哈哈。女人之弓，攻击变五。我现在才看懂这个意思、欸，就是攻击四变五，五变六这样子。尤其，我想说那个是可以升级的能力，是不是？就像零变五嘛，零就是因为我空拳的关系，所以是零。阿五是因为拿了之后，这個攻击变五。哎，那个是什么蜥蜴人，对不对？我记得。好像有打过他，不错。啊！不要回来！我的钱！装备才能升起武器不行。好，好的哟。也是啦，你武器升级打一打坏掉，很难过哎。好了，我们去买东西就关台了。这里，小周安安，有磁条但靠塞，这游戏的大师之剑也是。也一打就坏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有人知道吗？大师之剑是一打就爆的吗？看一下哦、喔，我觉得鼻子要，我的鼻子要装回来了。好了，我的鼻子回来了。哎、欸，怎么这边还有鸡？啊，鸡又跑了。啊！白痴，我忘记我换按键了。哎，你的鸡怎么又跑了？是可以重复刷的任务吗？哎、欸，人不见了、啊。啊，这个进度是钱还是问题的进度呢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啦？你要看我游玩时间是不是？哪一个啊？简介。萨尔达。游玩时间。看不到。600。快了，可以卖掉了。为什么重新进入？他说此频道儿童不宜观看。啊，我本来就是儿童不宜观看的频道啊。我的游戏分类一直都是，不，我的频道分类一直都是儿童不宜观看啊。如果是儿童的话，要回避掉、哦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红宝石这么贵哦、喔，好棒哦、喔！
没有没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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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诶、欸、被关台了。下次把摇完时间先截图下一方旁边。没有啊，我是因为上次不是就一位说都2023年了还有旷野之息的新手哦、喔。就因为这句话让我觉得他这种话如果是其他人听到一定很难过吧。就是在旷野之息不能当新手嘛。我。不是不能当新手啊，就是不能新手不能玩旷野之息嘛。懂吗？所以我才会说很多游戏请包容友善去。因为你也喜欢这款游戏嘛，当然也会希望大家来玩这款游戏。哎，不要因为一些操作或是因为人家是新手就来说啊。之前最重要最重要一个东西是，之前魔物猎人世界已经出了，应该说黑龙结束了的一年吧。然后后来因为有一个实况组我朋友啦，他刚来玩。他也不是刚来玩，他也是玩一阵子了，因为他但他也算是新手。结果人家在打那个打类似黄黑龙吧，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有个他说他就直接 po 那个路人的装备，他就说都来打黄黑龙了，那装备也不搞一下啊，就来这边雷我们是怎样？然后就他在他的那个贴文下面留言说，那你有没有想过人家可能是新手，就是没有装备但是很想要打装备，然后就是凑进来的感觉，对不对？我说如果今天你没有朋友，你没有人跟你一起打，那你想要这件装备的话你要怎么办？然后他就把那篇收掉了，他就 po 了一个另外一个道歉文说，那个刚刚的贴文我很抱歉，没有顾虑到可能会有新手还是什么之类的，就是类似这样子啦，懂吗？就是有时候要站在别人的立场想，有人可能不是真的是要来闹的，是真的没有装备弄不起来，但是又是活动任务，所以逼不得，就像那个啊，打七星太晶洞好了，这个东西你基本就是至少宝可梦要100等嘛，啊你没有铁臂膀没有什么没关系，就是你进来不要死，帮忙加油帮忙怎样，做好基本的就好了。那你至少不要带一只什么5等的进来参加，又那个七星太晶战，然后又在那边用那个电光一闪打，那才是会被骂的吧。要来雷的 MH 应该很好认布，就很好，就要雷就很明显呐、啊，直接进去死，进去死，进去死就好啦。咻咻咻，好了，今天先这样子了，晚点是村长的话我就没办法开皮了。哎、欸，这边跟你们说一下，村长跟那个野人。有人模拟器没办法开皮，所以我们用安妮来代替啊。好啦，感谢大家今天拿到了我，因为昨天看到这一套装备，我觉得哇，好喜欢哦，然后想说今天看可不可以赚钱，开台赚个钱，然后来弄一下，拿起。哇，太棒了吧！所以我现在是走路都跟鬼一样，没什么声音，是不是？鬼步。我一天开两次台，好赚哦。因为我不太想要，就是直接开到村长开始，你知道吗？就是，可能我们私下就是开台前还会闲聊一下啊，闲聊的时候想说。有时候话题不想让你们听到。
瘦肉。哦，禽肉，鸟肉。话说，干嘛？恭喜你成为忍者！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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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我看一下哦，如果真的啊，等一下等一下，血月过了是不是？我们再去打一次那个那只石头人，嗯、那只番茄叫我们打的那只。哎、欸，不是这里，能传这里耶，传送。啊，谢谢番茄当时叫我去打石头人。啊，没有番茄的话，我绝对看到石头人我就先绕干。谢谢当时啊，当时叫我去勇敢去打石头人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啊，导致看到石头人不害怕的我。大见鬼已经来了，有我已经抓过了。打那么久眼睛不累吗？你要问安妮啊，我现在眼中都是安妮。什么东西？打雷？请问现在是打雷吗？我有听小雨说过拿金属的武器会被雷劈。我才不要咧。哎呦。哦，这是免费能拿的吗？我来了我来了。哎、欸、也不用免费拿。咻。好喂、欸。哎呦。没有，因为之前小雨，哎、欸，红裤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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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白痴！哦，姐姐的声音就是好听，天哪！不是，我以为是被雷劈到了，我想说怎么会有枪声啊？我其实很担心他这个叫声，他伤到喉咙哎、欸，因为这个其实用喉咙叫出来的声音哎、欸，有吧？这个叫法是用到喉咙出力哎、欸。好，我们打完石头我们就走了。挖矿，番茄挖矿，番茄。你有雅哈哈吗？你在这里吗？是，不是？嗯？啊，踩桌子了，笑死！啊，还是因为我潜行，他没有感应到我。所以刚刚没有出来。当初被猪勾下去的那个叫声，那时候是谁都叫一下。是我的话，我会讲这句话：“啊靠腰哦！”这样子。哎、欸，至少姐姐没有骂脏话啦。我是她，我就直接在台上骂脏话了。靠！那、啊、靠是牛的英文。那我可以走路更没有声音吗？花松，花松。哎、欸，这松鼠有办法驯服吗？手上拿橡果有用吗？小周，你不是安过了？等一下，小周，你昨天说你的太晶洞是跟安妮打的哦、喔。你该不会每次太晶洞都是跟他打的吧？因为昨天不是说你跟主播打完了？
好了，好像没有东西了。那今天先开到这边吧。有人要吃醋了，哎，不是我要吃醋了，我已经在灌醋了。如果当时我就说啊，我不会打宝可梦，我就可以跟安妮说，安妮带我。嗯，爸爸爸爸。我最好不会，我不会啊。我还是很想跟他玩游戏啊。有看到那根草。啊，不小心飙到了啦。好啦，我私下在欧北走走啊，随便走走，找呀哈哈。到呀哈哈，这根草好，没问题。我踩过去有树叶。这边是不是有鬼？这边是不是有鬼？好啦，我看一下哦。YT 的我带去麻子的台哦，他在玩动物森友会，还是你们图奇的人有要去看？福奇的，这个是麻子啊，就是我头上跑马灯的，有没有？就是这个麻子，哎、欸，就是之前也常跟我玩游戏的那个啦。可是现在没爱了，现在已经淡掉了，好吧？都淡掉了。然后我看，我好久没揪团了哦，怎么揪啊 ？YT 怎么揪团？我的个人，晚上见，晚上见，哎，小妞安安，内容没爱了，对吧？没有啊，先看看可不可以揪自立哦，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，直播接力。然后其他直播频道，这个储存好了好了，那我们过去啦，那大家晚点见咯，各位拜拜。哎，辛苦两只妮妮了啊，两只妮妮啊，好舒服好舒服啊，拜拜拜拜拜拜。